直播就是能够赤裸裸的让你在线上能够呈现你自己，所以你会强逼你自己，训练好自己，面对镜头，然后呢去做销售。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趋势，一定要线上跟线下一起走。那么直播里面又带出了什么样的技巧？那直播的误区到底是货重要还是主播重要？当然里面呢我们讲啊，要直播要注意什么东西呢？如何引流，如何让别人来看你的直播，而直播看了之后又会达成成交。以前我们是用文字，然后后来呢我们是用图片，那后来我们用视频，这个叫 3 in 1。大家未来是多一样， 3 in 1再加一样就是直播。所以当你已经知道你未来要更好的生活，可能你未来你的工作要更多的机会，那么你一定要思考如何用直播能够把我们的第一印象呢完完全全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在这个新常态之下呢，有四个字想告诉大家，就是学无止境。你一定要开始去学习，要不然就被淘汰东西。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学学新商业里面的新物种，那么你必须来学这个新技巧，就是直播技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多东西都一直在变化，所以现在如果已经有一个既定知道一个